弟兄们，你们都亲眼看见，你们的旅长已经为国捐躯了。现在由我来代行他的职务。我们的目标是重新夺回1300高地。有谁胆敢后退一步，我的侠枪绝不答应。我郝梦麟退后一步，你们谁都可以向我开枪。双凤枪，金都，你千万不要上去，敌人的火力网无论如何是过不去的。过不去啊。军总，等等，我们上去就是了。将有必死之心，事无贪生之意。